这些视频真是火爆，观看次数已经突破了数千万甚至上亿次。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在 Instagram 上的视频，但当我更仔细地观察后，我开始怀疑这些视频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。于是，我决定亲自前往该 Instagram 页面进行调查，结果发现，居然有近1000万的追随者。每个月，这个页面从这些视频中赚取了数以万计的美元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制作这些视频竟然非常简单，而且你完全可以免费制作。所以，在这个视频里，我将向大家展示如何制作这些令人放松的视频，让你们也能开始自己的 Instagram 页面，或者把它作为你音乐频道的背景，展现出你的创意天赋。请记住，制作这些视频的过程非常简单，只需按照我在视频中展示的步骤操作即可。开始吧。步骤一，如何用免费工具生成图像。步骤二，如何切割窗口部分。步骤三，如何将图像结合制成视频。今次使用 Leonardo 免费生成图像，登入 Leonardo 后，使用 Leonardo Diffusion 模型，该模型可用于生成逼真的图像。查找我已经创建的提示，在视频描述中，你可以找到提示，用于生成符合你要求的客厅图像。根据你的喜好，自由修改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和需求进行调整和改变。生成背景图像，这将是你透过窗户看到的景色。通过输入相应的提示，选择再生成扩展图像并进行选择，即可生成逼真的背景图像。按照以上步骤，你就可以使用 Leonardo 轻松生成出令人惊叹的客厅图像。使用 Photoshop 来进行窗户的切割。如果你想要一个免费的替代方案，你可以搜索并使用 Photo P， 这是一个可以在浏览器中使用的工具。上传你的房间图像，使用多边形选择工具是最简单的方法来切割窗户。选择这个工具，然后从窗户的一个角落开始选择每个角落，直到你完成整个窗户的选择，按下键盘上的 Delete 键，删除图像中选取的窗户部分。接下来，你可以为窗户添加雪的效果和背景，以使图像更加逼真。对于图像中一些较难切割窗户的部分，最好使用魔法棒选择工具。魔法棒工具将自动选择窗户的一部分，然后你可以轻松地删除它，重复这个步骤几次，直到你成功切除了最困难的部分。一旦你切除了所有窗户的部分，你可以返回选择工具，并完成窗户的其余部分。最后，点击左上角的文件，选择导出为，然后选择 PNG 文件类型，为图像命名，并保存它。按照这些步骤，你就可以从图像中成功切除窗户。首先，您需要在您的设备上下载并安装 CapCut 编辑应用程序。打开 CapCut 应用程序后，导入您的视频素材和背景图像。您可以通过点击导入按钮并选择您的文件从设备中导入它们，将背景图像拖动到时间轴的第一行，然后将视频素材放置在剪辑窗口的顶部。要添加雪花效果，您需要找到一个绿幕视频，也就是一个带有绿色背景的雪花视频。您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 Green Screen Snow 并选择您喜欢的视频，然后下载它，返回 CapCut， 导入您的绿幕视频。现在，将该视频放置在背景图像和视频素材之间，与剪辑窗口对齐。这是真正的魔力发生的地方，在视频区域的右上角，启用 Chroma 键选项，并选择颜色选择器，然后选择绿幕视频中的绿色，并逐渐增加强度，直到绿色背景消失。您可能会注意到一些雪花仍然具有一些绿色，因为它们可能包含细微的绿色成分。您可以调整强度以去除所有绿色，但这可能会导致失去很多雪花。这里是一个建议，在右上角的调整选项中向下滚动，直到找到饱和度滑块，将其滑动到最左侧，这将去除视频的所有颜色，只剩下纯白色的雪花。您还可以尝试将亮度滑块向右滑动，以进一步增加亮度，使雪花看起来更明亮。您可能会注意到雪花的大小很大，并且覆盖整个视频的范围有限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您可以将绿幕效果图层复制和粘贴多次，使其覆盖整个视频区域，以便看起来有更多的雪花。您可以选择每个雪花效果图层，复制并粘贴它，
稍微改变其方向。这样，您可以逐渐增加雪花的数量和覆盖范围，将两个层叠加在一起，以创建复合式片段，调整每个层的尺寸和位置，以使它们适应9:16的外观比率，确保主要内容不被裁剪。在视频编辑软件中打开视频文件，确保可以在时间轴上进行编辑，定位到视频开始的时间段，在时间轴上找到适当的位置，添加关键影格，以标记视频的起始位置。通过在时间轴上单击并添加关键影格来实现，将时间轴拖动到剪辑的末尾，并添加另一个关键影格，在时间轴上的第二个关键影格处，调整视频的位置，使其稍微向右移动。可以通过拖动视频层或调整位置参数来完成。预览视频，确保移动效果符合您的预期，进一步编辑和调整视频，以优化移动效果和视觉效果，导出编辑后的视频文件，以查看最终结果。在右上角的导出按钮中为您的视频命名，并选择导出配置。您可以选择输出视频的格式、分辨率和其他设置。完成后，点击导出按钮以生成最终的编辑视频。这些步骤应该帮助您在 CapCut 编辑应用程序中添加雪花特效。根据以上步骤，您将完成整个制作过程。现在你可以轻松地导出这些视频，放到你的 TikTok、Instagram 和 YouTube 上，为你的频道赚取金钱，并让数百万人享受其中的乐趣。别忘了订阅我们并开启通知，以便在下一个视频中与你再次见面，不错过任何赚钱的机会，一起踏上 AI 赚钱的旅程，掌握你的未来。